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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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要讲到第十一个问题，《金刚经》的信仰。我们知道，学佛首先就是要皈依，皈依就是要对三宝升起信心，建立信心。这是整个佛法修学的基础。佛法是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因为有了信，才能进入佛法的海洋。我们对所有佛法的见地的介绍、法门的介绍，乃至实践，都必须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信，那么多半是不会走进佛法。即便走进佛法了，那么最多也是做学者式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佛法的方式，对个人生命的改变啊，它是没有多大的作用的。那么作为金刚经，金刚经这样的一部甚深的经典，我们对它的学习，对他的介绍，自然也离不开信心，离不开信仰。那么作为金刚经的信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部分选择的两段经文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标题是说明对《金刚经》的信仰是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同时还要通达我空法空。哇，这个要求很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它究竟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信？为什么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呢？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悉菩提白佛言：世尊，
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瞻记，生实信口。佛告悉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瞻记，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瞻记，乃至一念生净信者，悉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悉菩提白佛言，白佛言就是向佛陀这个请示报告，说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瞻记，生实信佛。所以颇有众生，就是有一些众生听到《金刚经》的这个瞻记经文，听到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经文，听到《金刚经》的道理，生实信佛，能不能升起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实的信心啊，不是停留在一个道理上的泛泛的信仰，它是一种，就像你看到了之后你升起的信仰，它是属于一种认识到了、体验到了信仰。就像你已经吃到这个，就是这个离子的滋味，你吃到了之后所产生的信仰，跟你听说的的信仰，这个两种信仰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听说的信仰，那是一种概念信仰，而体验到的信仰，这是非常的深刻，生实信佛，就是一种这个能够升起真实的信仰，就是完全接受。完成介绍，那么完成介绍呢，它是必须要带有这个体验性的。那么接下来，所以悉菩提问的这个金刚经的信仰啊，它不是属于一种一般的信仰。一般的信仰，我们大家可能多少都会有的。那至于实信有没有呢？如果没有体验，那就说不上实行。佛告悉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瞻记，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这个佛陀告诉悉菩提说，你不要认为是以后是不会有人信仰的，是会有人信仰的。就是，那么就是说，如来灭后，如来灭度以后，后500岁，这个佛灭后500年啊，在佛教史上啊，也正是般若经盛行的时代，也就是般若经，还有呢这个龙树、提婆，这个中观思想盛行的时代，在这个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就是初期大乘，初期大乘佛教。那么初期大乘佛教呢，就是以华严经、般若经为主的大乘佛教盛行的时代。所以般若经呢盛行，什么时候盛行，这个在金刚经里边啊，是这个是佛陀是有绍记的。所以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瞻记，能生信心，以此为食。有持戒修福，这个持戒，那么对《金刚经》能够升起信心，是要这个有戒有见。修福修慧，要有戒持戒，要修福，那当然还要有慧，不仅要积累福德的资粮，当然还要有就是智慧的资粮。所以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瞻记，能生信心，对《金刚经》的义理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这个有善根，这个善根就是也就是包括福德和智慧的资粮，就是具戒具见修福修慧。所以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无佛而种善根，能够对《金刚经》升起真实的信心，这种人不只是在一个佛、两个佛、三个佛、四个佛、五个佛出世的时候曾经种下过善根，曾经在这个佛陀的座下修学佛法，就是修福修慧，即戒即戒。那么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他们曾经在无量千万佛的座下种过善根，也就对《金刚经》的信仰啊，这是要这个。要有福德智慧之良啊，就是要宿世的善根是很重要的。所以从我们佛法来说，一个人对佛法能够升起真切的信仰，尤其对这些大乘法门，像金刚般若这样的这个究竟的法门，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是要这种善根的积累啊，要非常的深厚。那么唯有这种深厚的善根，那么才能像六祖似的。像六祖似的，
就是一听到《金刚经》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一下子就能升起真实的信心。六祖师的这个信心啊，那就是真实的信心了。哎，一下子就言下就能够顿悟本心，当下就能够这个善根啊，一下子就会被触动了，就引化出来了，这种空性慧啊，就被打开了。就是那么一下子呢，就能够对这个《金刚经》啊升起真实不虚的信仰。那我们现在呢，虽然也在学，我们就对这个道理，我们不要说体验，我们认识都是非常这个能够认识几分啊，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这种信仰啊，也是非常笼统、非常概念性的。所以唯有具备深厚的善根，竖起深厚的善根，才能闻是瞻记，乃至一念生净性者，听到《金刚经》的瞻记，就像六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听到《金刚经》的瞻记，当下就能够升起一念的净性。什么叫净性？这个净性就是类似于像声闻里边讲的四不坏性，对佛法生戒升起不坏的信仰。那么这种不坏的信仰呢，在声闻层的修行里边啊，大体是要到初果。那么在大乘来说，那么就要到见道的净心地，就是一念净性，就是清净的心，完全清净的心。什么样的心是完全清净的心啊？那就是空性慧。空性慧跟空性相应，这样的信仰才是属于一念净性啊。可见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信仰啊，它的要求，它的标准真是非常的高。因为《金刚经》一开头，它的起点花的就是圣意菩提心啊，讲的就是花圣意菩提心的菩萨应该怎么修行。而不是讲的是它的起点不是世俗的菩提心。所以金刚经的信仰呢，它所指的也是这个，也不是一种普通的信仰。悉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那么佛陀告诉悉菩提说，如来悉知悉见，如来以他的智慧，正辨知的智慧，如来的智慧就是正辨知。那么如来以正辨知的智慧，他能够看到这种众生，当他对这个《金刚经》的空性的真理升起一念净性的时候，当下他就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因为空性它就是无尽的宝藏，当你的心跟空性相应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当下你已经打开无尽的宝藏。无尽宝藏里边蕴含着多少福德啊，多少功德啊，这个功德有没有限啊？它是没有限的，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当你对《金刚经》升起一念净性的时候，当下
所得到的这个福德啊，是无量无边的，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对这个信，能够对《金刚经》升起净信，那么在这个知见上要具备什么条件，在认识上要具备什么条件。我们前面还只是讲的是这个持戒修福，这个是比较偏向于福德资粮。关于福德资粮够不够啊，关于福德资粮是不足以对这个甚深的般若法门升起信仰，升起信仰。所以呢还需要有智慧之粮，智慧之粮。所以接下来就是讲到的金刚经信仰的在这个见地上的标准。可以故世诸众生无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哎，这个净信啊，这个净信，这个净信能够成就无量的福德。净信为什么能够成就无量的福德呢？为什么能够成就无量的福德？看这个金刚经说，因为这个众生能够对金刚经升起净信的这个众生，他已经无福，他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已经，其实这个四相啊，还都是我相的，都是指我相。四相就是众生，的这个四种生命的形态、身份、角色。这种众生已经不再在这种凡夫的身份角色上和这个生命形态上升起我相的执着，已经不再升起我相的执着，所以叫已经没有我相。不仅仅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的执着。法就是认识的对象，或者说就是认识的一切对象都是法，都是法。那么我们在这个法上呢，我们会升起种种遍计所知，知为真实有啊，知美草啊，知善恶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执着。那么作为这个众生，就是说他不仅没有我相，同时也没有法相，也没有对法相的法的执着，就是法执的法的执着，就是法执的。亦无非法相，非法相就是对空的执着，对空的执着。没有无，就是说能够对金刚经升起净信的人，必须要远离我的执着、法的执着以及空的执着。那么我们的人的认识啊，多半会陷入到这个三种执着里边去，多半会陷入到三种执着里边去。首先我们最容易陷入的就是我的执着，就是我们会这个，我们会对我们所言的一些对象，这个会升起我的执着，我的执着。比如指身体为我，指这个世界，凡是跟我们相关的东西，升起我所的执着，是我的执着。那么对一些法呢，升起法的执着，对
对法的执着，我的执着和法的执着，这是平常人，平常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都是活在这个两种执着里边。那么这个法呢，就是包括这个世间法、佛法。那一般世间上的人，他们会落入到这个世间法的执着，比如说执着爱情啊，执着家庭啊，执着财富啊，执着地位啊，执着事业啊，执着家庭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法的执着。那么在这个法的执着上，又会升起我的执着，我所的执着，觉得这些东西是我的，或者是我，或者是我的，那就是在法执上又建立我执，在法执上建立我执。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可能会放弃的世间的执着，我们觉得这个世间上的财富啊、地位啊、家庭啊，这些都是以为法，希望不实，如梦如幻，这个轮回是苦。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会这个寻求信仰，信仰三宝。那么我们信仰了三宝了之后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执着了呢？不是的，我们会把世间上的执着的这个重点转向对三宝的执着。比如说我们会执着佛法的义理，执着这个修行的目标，这个执着这个佛菩萨，佛像，执着经书，执着义理，执着修行的目标，执着修行的仪轨，执着寺庙的环境，执着佛教的事业，是不是啊？我们把这个支撑点啊转移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活在，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有两个点，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有两个点，一个就是支撑点，还有一个就是参考点。一个是支撑点，一个是参考点。那么没有学佛的人，他会以家庭、事业，这个感情、孩子、地位作为他活着的支撑点，他们以此作为支撑点啊，他们会建立的许许多多的贪嗔痴执着。那么因为这个执着，他就会发展出了很多的烦恼。然后作为世间上的人，他们没有学佛法，那么在他们长期的一个生活的经验中，以及所接受的教育中，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见地，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及时行乐啊，这个，他们也会有很多自己的一种观念和标准，那么这种观念和标准啊，从我们佛法来说，事实上就是见地，他们也会形成很多见地。那么他们呢，会以他们的这些见地作为他们一个生存的参考点，作为生存的参考点。那么他们就会活在这样的一种世间的这个生存点、支撑点和参考点中。那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世间上的这个支撑点啊是靠不住的。我们已经看透了，知道了这个世间的支撑点是靠不住的。我们也知道了这个世间上的这些观念和标准是错误的。那我们会放弃世间上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接受这一套佛法的教义。那我们接受佛法的教义之后啊，同样我们在佛法上啊，我们又会把这种世间上的这个支撑点啊搬到佛法上。比如说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解脱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对佛像啊，对修行的目标啊，对修行的仪轨啊等等，就是我们会建立另外的一套这个支撑点，建立另外的一套参考点。我们忘记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佛法，佛法生三宝啊，这个事实上它对我们的修行的作用，它是一个功绩的作用，不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如果说是支撑，这个支撑也是一个暂时的支撑，它是一个途径，不是一个究竟，不是一个究竟。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会又会陷入到另外一种执着里边去。那么这个执着啊，其实还是法执。比如说我们对佛陀的前面讲到金刚经呢，讲到佛陀的身相，什么是佛陀的身相，我们会执着佛陀的色身相，或者像后边会说到修行的结果，有所得还是无所得等等。金刚经它最大的特点，它不仅仅是要扫除我们对世间的这个支撑点和参考点，同时呢它也要扫除我们在佛法上的这个支撑点和参考点。这个是金刚经啊最狠的地方。因为一般的经典呢，它会给我们建立一种支撑点，建立一种参考点，让我们呢，我们放弃了对世间的执着了，能够在佛法里面找到一种执着，然后也能过得心安理得的。但是金刚经的修行啊，是要我们放弃一切执着，放弃一切这个，就是它是扫荡一切执着点，和这个参考点和参考的标准。所以对金刚经的信仰呢，就是说不能有我相，不仅仅要破除扫除我执，同时还要扫除法执。这个法执呢，不仅仅是对世间的执着，同时也包含对佛法的执着。那不仅仅要扫除对法的执着，同时也要扫除对空的执着，亦无非法相。非法相就是空的执着，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我空、法空、空空，空也要空，执着空也不行，执着法也不行，执着空也不行。当你的心无所着的时候，那么你呢，你的智慧才得以开显。只要你的心有所执着，那你的正见就不能真正升起。所以佛法的真正的正见的升起啊，它是要远离一切执着。如果有执着，就没有正见。这个沙迦派的一个大师，藏传佛教的沙迦派的一个大师，有一个什么四，这个有四句话，说什么？你如果执着世间，你就不能升起出离心；如果你执着自己啊，你就不能升起菩提心。如果你只要有执着，那你就没有正见。不管你这个执着是执着有还是执着空，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正见必须要超越一切执着。那么为什么要超越一切执着呢？何以故？
是诸众生若心起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少者。因为如果我们只要有执着，如果心起相，就是执起某一种相，只要我们的心执起执着某一种相，那么就会成为我执建立的基础。只要我们执着某一种相，就会成为我执升起的基础。若其法相，若其法相执着我人众生少者，如果执着法相，这个法相就是包括这个世间法，对世间法的执着，也同时也包括对佛法的执着，对三宝的执着，对住持三宝的执着，或者对法相三宝的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啊，它也都会成为我执升起的基础。所以记住，我人众生少者都会成为我执升起的基础。何以故？若执非法相，如果执着非法相，就是空相，执着空，那么这种对空的执着啊，它也会成为我执升起的基础。那么当然这个空就是偏空，或者妄空。所以佛法呢，它是要我们这个要扫除一切执着。像般若经典讲空，讲无自性，讲空讲无自性啊，事实上主要是要扫除我们的自性见。佛法讲无我，事实上是为了扫除我执，讲法空，事实上是要扫除法执。那么如果我们执着空呢，那比我执法执更可怕。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里边说，大乘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乎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大圣就是佛陀讲空，讲空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离诸见故，是为了帮助我们远离各种见地，就是各种见地上的执着。比如我们执着有，执着空，执着无常，也包括执着无我。那么这个说空啊，就是帮助我们超越这个各种对有的执着，各种对有的执着，各种见地上的执着。若乎见有空，如果我们执着空，觉得空是究竟的真理，我们执着空，那么这种人更可怕，诸佛所不化，诸佛都没有办法教化你的。所以在宝积经里边讲，宁起我见如须弥，不可以执着空如芥子。因为一个人要真正执着空呢，他觉得空就是真理，那么他可能就会颇无因果，否定因果，无所不为。所以说，若起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少者，执着空一样也会成为我执升起的基础。是故不应起法，不应起非法。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执起，就是执着法，就是一切法。这个法不仅仅包括世间法，也包括出世间法，也包括佛法。佛法生三宝，我们也不可以执着，也不应起非法，也不可以执着非法，就是空。或者说佛法是指八正道，非法就是指佛法以外的世间法，不可以执着。或者指有跟空，不可以执着有，也不可以执着空。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
知我说法，如法义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如来在这个经典里边经常说啊，汝等比丘，你们比丘啊，知我说法，你们要知道我的说法，如法义者，法就是主法，就像主法一样，我所说的话就像主法一样。那么这个主法呢，它是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生死的河流，走向涅槃的彼岸。就是法呢，它是属于功绩，是属于少断，是属于方便。紫叶录里边讲的紫叶，这个名字就是佛法，就是指头的作用，就相当于指头。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指头去认识业量，去认识业量。那如果我们执着这个指头为目标，那么我们不仅仅不能够正确的看到指头，也没有办法认识业量。所以知我说法，如法义者，我们对法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这里边呢，其实也包含着两个道理。一个方面呢，这个法是不可以执着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道理，这个法呢也不能没有啊。你像我们现在还在生死的此岸，你说啊、哦，这个法不可以执着啊，这个法的本质也是空啊，那就是不是就不要法了，不要学法了，也是不行的。有人说学佛法不要执着，这个佛法是叫我们是不要执着是没有错，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要不要执着啊？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他要不执着，他这个佛法还学不起来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强烈的串习里边，我们需要从这个串习里边走出来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如果没有对三宝升起信心，没有对善知识升起依止之心，没有对佛法升起足够的强烈的恭敬心，我们现在学了一些金刚般若法门之后，我们感觉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不要执着，一切都是无所得，但这种无所得以后变得真是无所得的，那就是我们凡夫意义上的无所得。那我们每天可能都会活在自己的强大的串习里边，你根本就走不出来，根本就走不出来。而金刚般若法门它所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已经能够放弃对世间的执着了，然后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执着的支撑点转移到法上。那金刚经呢针对这样的一种状态，事实上我们现在呢修学啊，我们多数人我们可能还是活在自己强烈的串习里面，我们对法的信心法的执着可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呢认为什么都不要执着，就是说然后最后执着的是什么，最后执着的还是世间法，我们对法没有执着，我们还是停留在对世间法的执着里面，我们第一步都没有迈出来，我们最后啊就会变成是一个跟没有学佛的人啊最后就会完全一样，就会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在学习金刚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法是功绩，是少断，不可以执着，但也不可以没有，不可以执着但也不可以没有。我再休息一下吧。